各位會有午安啊！今日2017年呢、這個1月2日係啦，咁啊，而家我哋去到元芳啦呢度啦，咁就今日捉乜嘢咧？今日就去捉呢個小海獅，係因為元芳有大量小海獅，由上個禮拜四開始，去到下一個禮拜四都係有大量小海獅嘅。係啦，咁啊，我哋上到去元芳個平台度啊，我等下開翻 AR 鏡頭先。系啦，咁啊呢度有極大量，系啊，極大量好多人睇樓，極大量嘅小海獅，即係都有極大量嘅地產經紀。系啊，好啦，咁啊捉到一隻啦。咁啊基本上唔會點停嘅，因為通常同一個時間都有大概十隻嘅小海獅會，我開翻個 AR 先。好，咁大家見到呢度係遠方，唔係點你係啊。系啦，好多人啊，好嘈啊，系啊，因为呢个公众地方嘛，我都上得嚟嘅就系公众地方。敷埋先。因為我需要除了大量的冰之外，還要大量的小子彈。好，那我們去看看附近哪裡有。哎呀，不見有，那就去周圍走一下，應該有很多個，根據這個 map 的指示。除了啊，是啊，除了這個小海獅之外，還有這個小磁鐵，小磁鐵我都需要，因為我還差小磁鐵，差少少就可以攞到金章，系啦。咁我睇下而家我哋个地图，除咗有 map 入边 Pokemon 入边嘅地图之外咧，应该仲有第二个地图嘅。咁我哋向南行就会有好多只啦，就可以见到。OK， 咁我哋向南行啦，上去。上去呢、這個食肆嗰邊係啦，咁啊除咗有呢嘅近啲嘅小海獅之外咧，亦都會有大量嘅初代二三家嘅小精靈啊，即係呢、這個我都有兩隻，即係車釐龜啦、小火龍啦，同埋車釐龜、小火龍，仲有邊個？奇異種子，冇錯。系啦，都會大量會出。咁啊，小火龍而家好似喺呢個彩虹道運動場同公園嗰度會有大量，櫻桃街公園都有少量，系啦。咁我而家呢個第三隻，咁我睇下可以捉到幾多隻啦。呢度有啦，呢度仲有邊度咧？好，我哋行前行向南行先先。好，又有啦，第四隻。好，第四隻捉咗，都係啲渣啲嘅，因為我敷嘅時候敷咗好多隻勁噶啦，基本上，所以就唔需要特別留啊。呢個係 Sky 一百，咁咧其實元芳有幾個位捉嘅，你可以喺三樓平台，又或者係唔係即係平台啦？又或者喺商場入邊，但係商場就要上上落落比較麻煩啲。
平台就 OK。好，第五隻。都盡量不用紅波了，因為之前留了太多 Mega 和 Ultra 波。好，第五隻輕而易舉。哎，有 hit 套啲喎，捉埋呢只先。是大量小海獅的，大家去到下一個禮拜，即係四之前三，去禮拜四之前，即係禮拜三最後一日，都可以係嚟遠方捉嘅。Hit on it， 冇錯。Hit on it 啊 ，sorry，hit on it。當然有啦，唔知有兩隻定三隻，咁就好又得啦。費力，好，我哋睇下邊度有啦。去嗰邊，嗰邊未行到喎，呢邊呢度有一個，仲有咧，呢度有一隻。四二二，四四二定四二二，好，彈啊，唔走啊，四四二，第七隻，呢隻喺邊度啊？喺嗰個位，呢度有兩三隻喎，個捉咗佢先，好。呢度去唔到啦，哦，呢個位係去唔到，等我過馬路先。見到。第八隻。第八隻又搞掂，喺邊啊你哥仔？喺度，有兩隻添。搞定，三隻，
都係唔係 amazing， 即係唔過八十嘅。仲有一隻喺邊啊？你竟然話仲有一隻捉曬啦嘛，大佬呢度。放走佢先，哎，真係仲有一隻，同一個位四隻，真係好恐怖，誇張得好緊要。我去啲陰度先，好曬太陽，而家晏晝點幾，大哥？兩隻喎嗰度，咁我去嗰邊啦。好，第十三隻，哇，唔得嘅，完全做乜鬼嘢？好，第十，哎呀，冇咗，走咗，定我快得滞啊？等一等，佢会出翻嚟，行得快得滞，也是罪过。出翻嚟，好，第十四隻。唔得，再食，喂，有冇咁活躍？又跳，搞掂，好，十四隻啦，仲有冇咧？而家1:48，我可以行過少少，系啦，而家完啦，咁就我哋水系嘅小海獅就捉完到，捉到咁上下啦，系啦，咁就即係話我哋由幾點開始呢？哎，臨尾孵多隻蛋俾大家睇埋。哦，仔，不要的。咁就咁我睇一睇先啦。Journal， 我哋由28分捉到49分，大概即系21分鐘就可以捉齐咁多只，咁多只小海獅，14只小海獅可以升14只小海獅就可以升一只，系啊，海獅啊，系啦，咁就快啲嚟。時間就是由上個禮拜四開始，今天是2號，去到哪裡呢？你等一等，去到11號，是的，11號之前大家，11號都可以來的，12號就會轉，中午時分就會轉巢了，正常現在是逢禮，隔一個禮拜四就會轉一次巢，大家如果想未夠小海獅的話呢，就可以過來快快收手，半個鐘時間，乜都
捉得曬啦。好啦，咁啊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，贊好條片啦，訂閱我陳皮妹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贊好我陳皮妹頻道嘅 Facebook 專頁啦。咁我哋下條片翻嚟再見，拜拜。